医生，好好休息。好好休息。对不起大家。不要对不起。陈奕迅声带出状况，开场前哽咽道歉及喊卡。医生。别难过。别难过。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怀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，刚做完一百场，然后以为今天会一直更好更好，结果然后到就是下午的时候就来彩排，还可以，但有点紧身体，可能还没暖身，然后。OK 啊，然后到一个小时之前，状况就越来越糟糕了。我后台有一个一直看着大家进场的，然后一直心情就越来越糟糕，因为确实声带有点肿了，有点太不行。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歌词 That's just life， 笑对现实的无奈，笑不出来，想的时候我也很想接下来三个小时跟大家一起度过。本来是很美好的三个小时，但是医生要跟我说，还是你最好休息吧。然后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遇过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抱歉，跟大家要说一声对不起。今晚跟明晚的演出，我们可能演到星期一跟星期二。我知道大家，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状况，比如说有些远道而来啊什么的朋友，我是，哎，很抱歉。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。Thank you.